晚一点我做好之后，让小军给你们送宵夜。好啊，我吃过了还可以再吃的。 死的人是你，他也会很难过的，因为他也喜欢你啊，笨蛋。他从小就喜欢，一直很喜欢，现在也喜欢。只是他那时候也跟你一样，是一个小孩子，所以他不敢把自己的心敞开给你看。 心都告诉我了，南星，你要知道，你不是一厢情愿的喜欢他，他也喜欢着你，所以为了喜欢的人去牺牲，不用担心，等我，是他的选择。